我以前過湖人嚟嘅，所以我唔問啦。但係好耐冇同啲歌迷近翻。係啊，其實三年啦，自從疫情去咯，啲疫情呢三年都，因為其實以往咧，我就基本上每一年都會搞歌迷嘅一個生日會嘅。咁但係過往嘅三年因為疫情嘅關係啦，所以就搞唔到啦。咁今年就係即係事隔咗咁多年之後，終於又可以同翻咁多歌迷見面咯。咁今日都好開心，因為都好多啦，好似都有100-200個歌迷同我一齊迎接我的生日，迎接我的18岁生日，系蔡师傅有冇约你烛光晚餐啊？冇啊，系啊，未约啊，因为我自己系未啊，我自己呢段时间就已经身边有好多朋友都话想同我食饭嘅，系啊，其实佢之前有提过嘅，但系我哋未约实嘅日子咯，系啊。做咗咩啦？收咗佢生日礼物未啊？未，都未有见。系啊系啊，未未未。有冇问你想收咩啊？问我想收咩啊？唔会噶系嘛？通常你送嘢俾人，都会问你想收咩噶。你想收